少少啦，少少啦，係咯，因為都比較少出席即係啲公開活動，有時會有啲唔慣，但係都好開心見到在場每一位 fans 嘅支持，因為真係好辛苦嘅，知道。哦，喂，仲喺度咩？想啊想啊，想見到佢啊，係，因為細個屋企人同埋自己都好中意睇佢嘅佢。等先，等先。好唔好啊？依家叫佢哋企後少少，好唔好？企後少少。係。放到邊啊？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好想見到佢，係，即係由細到大，屋企人同埋自己都好中意睇八刀嘅戲。你最有印象係邊套戲啊？好多，英雄本色、賭神、所有星倉追女神。他剛才都是欣賞你，我扮他？我沒有扮他，我爸爸經常扮他，我爸爸是周潤發，周潤發前輩，沒有，即是他的氣場好像他生氣的時候，生氣的時候，最後拍了合照回去給爸爸認一下，是啊，但是 我不知道周潤發前輩還在這裡，所以就有機會 都想拍照。他剛才都說欣賞你，發哥說都哦，他認識得我，是啊，認識得你啊，是因為我都是咯，很喜歡他的生活啊，他的生活態度我都很欣賞，很多謝他。會自薦跟他想合作，合作不敢說，但是是咯，就是希望他可以多點留意我們。有些搞笑的，無所謂啊，真的，其實合作什麼都是我們的榮幸來的，跟前輩合作都是我們，即是我們後輩每一個前輩我們都很想合作，所以其實見到已經很開心了。有啊有啊，會啊，即是剛才都說很想找他拍照，是的。沒錯，是啊，是啊，很早，其實很早以前，應該個零兩個月之前，我們已經有聯絡過，大家一直有保持聯絡，一直有就那個期，但是真的沒辦法，因為真的撞到 Mira 彩排期間，所以都不想因為自己的事影響到團隊，所以即都有跟小豬小豬說話，即都理解這樣，所以都很多謝他的理解，也都我相信下一次一定有機會。有沒有可惜啊，去不到他的做嘉賓？多少心情一定覺得有少少可惜咁樣，但我覺得只要大家仲努力喺呢一行，有機會一定會再見到嘅。係。係因為Mira 嗰排應該真係密集式地嘅彩排，所以就即係睇情況咯，係咯。其實都未知，但係我哋安排咗好多 schedule 嘅，已經係咯，唔想影響到大家。係，我哋其實我哋大家都知呢件事嘅，咁我哋都係覺得順其自然咯。因為其實喺呢一行，其實發生好多事情，我都唔係我哋做 artist 所控制到嘅。咁所以我哋只可以做好我哋自己嘅表演，去俾所有 fans 睇咁樣，係啊，即係對得住佢哋買入嚟嘅飛咁樣就夠啦。呢啲係公司制定嘅一啲策略或者一啲票價，我哋冇辦法控制，所以都係交俾公司決定。唉，那時候以為 cut 了機，就不過都我知道我這個習慣不好的，所以很多小朋友沒有學，是因為開始什麼？我生了都大過了，是啊，特地不看的。有梳嗎？我剛才 check 過沒有，好像鼻毛都出過我又先，因為之前有咩事影到我有張相有鼻毛嘅，我特登 check 過咩？唉，嗰個真係我嗰時候拍緊 brand 嘅嘢，咁我見到嗰個細路女，即係我哋嗰個 model， 我就
真係好中意好中意佢，又同佢講話要唔要做我女朋友咁樣，佢嗰日應承咗。咁我梗係開個玩笑啦，同埋我特登有隔一段時間出嘅，我就係即係我哋同啲即係同事講話，睇下係邊個 management 會打嚟先。咁其中有一個 management 就即刻打嚟啦。咁咧就我哋係咯，所以係其實係一個咁樣嘅誤會咯。即係如果造成一啲人嘅困擾都唔好意思嘅，即係貪玩咗少少。但係我真係冇女朋友嘅，而家仲放心放心。咪就係話緋聞咯，就係係啊係啊，即係。即係今次去台灣都係邀請佢去係 Tammy 去拍 MV 咁樣咯，所以都我即係都有預料到可能會傳出一啲緋聞嘅，即係一定會有啦咁樣，但係順其自然咯，係咯，我同佢都有咁樣，即係都唔想影響到對方。佢係咪中意嘅女仔女型？我唔回答呢啲，陣陣啲 fans 又總之啱眼緣就得㗎啦啊！我唔再講咩具體嘅條件啦，嚇咩戀都得，啱 feel 就得啦。係，我而家唔好 set 死一啲嘢，我驚。你想我整啱 feel？ 就係咁。好走喎。OK 啊。唔係姑姐，姑姐咯。係。姑姐喺度㗎嘛？係啊係啊，我知道我知道。琴日喺電台都有見到佢。又唔算成日嘅，但係每次見到佢都佢都有關心我，好多謝嬌姐，同埋上次有一個訪問都好開心做。係咯係，因為真係好似引起好大嘅誤會咁樣，所以都以後少啲貪玩。係。佢又冇喎，佢而家旅行緊就係就冇唔得人理我啲。好喎，我哋盡在不言中。即係如果即係Even啦，大家以後有女朋友，我哋都唔會過問。咁梗係緋聞啦，係咪先？呢啲留翻俾阿張答可以。咁你另外成次攞張考試題？我好羨慕嘅，因為我但係因為我即係一啲 schedule 都比較忙少少，所以都冇咁快考到。但係都有問佢即係一啲攻略啊，一啲係咯。冇喎，佢話佢自己好叻咯，佢話天才啊！冇乜時間啊，係啊係啊，之前學過一堂，即係俾大家都知道，之後都冇乜時間。我會唔會諗住街跑？唔會喎，唔會喎，照跑，我都照去打波嘅，唔怕呢啲嘢，係。多謝。啊 ，thank you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